刺绣始于何时，谁人创始，已无从考证。但刺绣发源于人类纺织、缝纫诞生的年代是可以笃信的。最早的刺绣源于纹身习俗，后转换成运用在服饰上的手工艺，与生活使用、美观装饰紧密联系起来，使人类从落后的禽面纹身转化为文明进步的开端。传说、文献记载，再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信息，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推测：早期刺绣源于上古先民断发纹身的习俗，其普遍应用建立在纺织工艺的成熟和普及基础之上，后将源自纹身体系的图案逐渐转移到日常服饰，彰显身份，又逐渐演化为生活日用及艺术欣赏两个脉络，延绵至今。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中出土的18000年前的古针，长8.2厘米，针身最粗处直径0.33厘米，有穿针孔。它恐怕是目前世界上所知最早的缝纫工具了。试想，当针、线、织物等物质加工条件都具备了的时候，缝纫刺绣产品的诞生当然就顺理成章了。刺绣面料多为丝、毛、麻、棉等，早期也有皮革，谓之伪绣。在棉麻纺织面料出现之前，远古先民柔皮制服，若用我们来看1974年中国陕西宝鸡俞伯墓出土的淤泥上残留的西周辫子骨绣印痕。这种刺绣是先用黄色丝线在染色的丝绸上绣出纹样轮廓，再在绣纹处涂染大块颜色，有红、黄等。这种做法是刺绣发展初期的特点。这一时期用以绣作的面料，其纤维组织相对不那么致密，所以绣纹也较厚实稀疏。若所用材料是棉麻毛，就更是如此了。例如1978年中国新疆哈密五宝墓出土的西周毛绣品，红褐色平纹毛织物以相同经纬构成组织，用本白色及染成黄色、蓝色、粉绿色的毛线直针绣出小三角几何图案，色泽艳丽。出土时着于女尸身，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刺绣实物。将天地万物的形态、色彩概括的象征性的施绣于服饰之上，是远古先民自然崇拜的一种集中体现。但因刺绣所用材料是有机物，若非保存环境稳定适宜，很难有千年以上的绣品留存一世。相对的，祭祀中用的玉器、铜器却可历经几千年而流传至今，我们很难看到同时期的刺绣品流传下来。但辩证的来看，
正因为相对不能久存，但材质较为易得。用蚕丝创造的这种艺术形式与书画一样，焕发出了卓越的生命力。从最开始的简单缝纫刺绣，到如今各流派的异彩纷呈，刺绣在中华大地发源之后，几千年来从未停止过美化并服务生活的发展历程，由此留给后人的精彩，让我们目不暇接，道之不尽，至今依然生机勃勃。您有任何想法或问题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互动，或发 email 与我们联系。谢谢。